喂喂喂，好的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Max Karen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身高千里的小游戏啊，Savali Dogo。那么由于我这个光盘镜像的存储位置更改了，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虚拟机的设置里面啊，给它重新设置一下，否则呢，你进入虚拟机。是找不到这个驱动器的啊。好，我们找到这个哪里都给。好的，更改成功之后呢，我们像往常一样启动虚拟机。其实，在录这期视频之前呢，就已经对它里面其他的游戏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探索和尝试啊。难度都非常的大，真的非常难玩哈，所以也就是迟迟为什么没有更新这期视频，所以呢，这期视频也不以这个通关为目的啊，不以通关为目的，就是带大家体验一下，感受一下这款游戏的其他内容，它的操作真的，对于我这个，游戏小白来说吧，还是相当的难的哈。好的，那我们仍然进入全屏模式。首先呢，它这里有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就算是一个竞速类的游戏吧。咱们首先来到这个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是那个看 MV 的那个，这个是看 MV 的那个界面啊，这个是看 MV 的界面。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游戏搞完，然后最后再来看那个 MV。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。東京タワー？ありがとう。イエーイ。啊，这个不是竞速啊，记错了，这个是一个那个打鼓的游戏，这个也非常难啊。你如果真的想跟上它的节奏的话，非常的难，它里面几首歌的那个节奏都非常的快。好，我们点击 start 之后呢，点击这个鼓，来看一下教学啊。它的这个数字一呢，数字一是这个脚蹬啊，然后数字三是这个小高音鼓，然后数字四是这个一个足鼓，数字六呢是这个镲哈，也就是说一三四六。一三六四一三，你等会就得什么？就得就甚至比这还得快，而且有的时候会有两个鼓同时按的情况啊，这个要经过反复的练习啊。好，那谱出来了哈，前三小节是空的。哎，这就难了，这同时按就很难，就很难，同时按就很难了。哎，怎么退出啊？
这个说实话，这个我感觉，一方面客观上来说是啊，主观上来说是我的这个能力问题啊，客观上来说，我觉得和他这个延时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啊，他这个延时还是相当大的哈。大家看到刚才那个打鼓游戏呢，它是有三首歌的啊，大家如果自己有兴趣呢，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就算跟上它的节奏，它的延时还是很高，你键盘操作的延时高的话，你的节奏就乱了，而且它又是一个很快的歌。再加上同时有多个键要同时进行操作的这么一个情况，就有点难受哈。这个游戏呢，我根据看了说明书之后，发现咱们比如说先点了之后啊，先点进来，它是根据你鼠标的移动速度来给这个狮子加速的哈。而且你得在这个狮子身上移动，它提示你上就得加速了，不能不太快，上坡就又得加速一点，这个相当难哈。如果你过快或者过慢的话，它下坡你就得减速，慢慢的、慢慢的、慢慢的，它还会减你的这个能量哈，这很烦，它还会减你的能量。只有当你这个速度保持正常速度的时候，我说这，保持正常速度，它才会，它那个食物才会增加。关键是它等于会下坡，你还不能太快，太慢太快都会消耗你的食物储备。非常难，我现在右胳膊已经酸了。最主要它减速不是很灵，你知道吧？我就算慢慢移，它减速并不是很灵，它减速并不是很灵。哎呀，真的很难，这个怎么说，真的很难，有可能是我没有发现它的诀窍吧。但是它说明书上，因为日语我也看不懂嘛，我用翻译看的，就是说。在它的身上，在这个动物的身上，去移动你的鼠标，然后移动的速度快越快，它动物就那个就跑的就会加速。如果移动的速度慢，它重。这样还不行吗？还得上下嘛，必须得上下嘛，而且有延时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其实有延时的哈。有很高的一个延时，现在要开始减速了。你看，我都没动，它都不减速。应该是我没动的话，它应该更减速才对啊。我的鼠标等于是零速度嘛。啊，这个地方好像还延迟不是很高，毕竟上坡。啊，又得减速，过快了，又得加速。现在你看，得减速，得减速。它减速的这个延迟特别高，我很难进行减速。我没动啊，没动啊，它怎么减速？好多狗一声喊。好，那么它的游戏呢，大概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这个冰箱里面呢，是这个一个记忆这个歌曲的射击游戏，然后这个后面画的，也就是这个电话呢，它是一个这个打鼓的节奏小游戏，然后这个动物呢，它是这个竞速类的一个游戏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这个最下方啊，最下方打开之后呢，它是一个 MV 的一个播放界面，是几首单曲的 MV。好，我们看森高千里已经打开了这个，好，这是一个电话的单曲哈、啊，
在这个上面呢，我们就能看到 MV， 但是点一下它，我们可以进行手动拖拽哈，看到一下这个单曲的这个3D 的一个图像啊，其实它也不算是 3D 了，其实就是几张这个静态图构成的啊，模拟的这个 3D。好，这里还有这个采访。この曲は、失我恋们し看た到女哈，の子の曲因を歌为ってるんで这すけ张ど、光盘里面呢是容私纳了相当大的は、东西，女の子它たでち这个の采本访能呢を全見部都て、是綺麗只に显描示写脸てや部る哈。という女の子のちょっと応援ソングみたいな形で書きました。で、ジャケットとかプロモーションビデオには私の大切な大切な愛犬のプーちゃんと一緒に、写ってたりとかするので、とても楽しい撮影ができ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。私の可愛いプーちゃんも見てください。还有一个这个广告，就是他电话发行的时候的一个广告啊。森高千里 New Single 新的单曲哈，这个呢就是咱们的 MV 正片。
好的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MV 啊，没有经过这个裁剪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能不能有没有其他可以互动的地方啊？我们只有这一个地方。我们回到菜单，好，我们点击增高千里就可以看到它进行这个 MV 的更换啊。我们来数一下，总共有多少张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总共有8部完整的 MV 啊，应该也是有广告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M，就是广告哈，整整8部单曲的 MV，还有其广告，还有其这个采访。我觉得这一张光盘还是相当良心的啊，虽然它的游戏非常难。这个里面呢，它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互动的。点开这个小灯呢，咱们人就可以看到这个3D 模拟的这么一个。这里可以，你可以把所有的蜡烛都点亮。当你把所有蜡烛点亮之后呢，哎，这个应该就是它 MV 了哈，它就会开始播放它的 MV 了。啊，这里面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交互啊，这里仍旧有这个访谈。好，它每一部 MV 基本上都是如此。那么因为时间原因呢，就不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这个观看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暂且讲到这里，到此为止呢，这一张光盘的全部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。具体的体验方式呢，具体怎么去玩，怎么去体验呢？大家自己去这个去揣度揣度哈。那么下一期呢，给大家带来就是说这个盘咱们是在这个是 Windows 平台的嘛，是在 Windows 98的这个模拟器下运行的。下一期呢，咱们去这个 PlayStation 平台玩一下这款游戏在 PlayStation 的版本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。好，这一期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